常回忆是用细巧，皱眉又苦笑，一再地反复煎熬，疲惫却睡不着，无奈啊，不熟悉的城市，发什么发牢骚，努力收敛小心，谈什么路街道。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Caris 蔡嘉玲，耶、yeah!。很多人可能对小心眼的 idea 就是比较负面的，然后可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小心眼，就是用你的心的眼来看这个世界，让你的心有多大，你的世界有多就是宽广这样。其实有这张整张专辑，我觉得我的一个比较特质或者是特色是都是反差，因为可能都有一些比较 chill 的音乐或者节奏，可是其实讲的东西是比较稍微再深一点，或者是有一些讽刺，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很悲伤的东西。我们在都市，然后他们想要把那个都市的一种优雅，可是又水泥丛林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呈现给大家。Butterfly 在水泥丛林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因为水泥丛林应该没有什么大自然的东西。可是 butterfly 在里面呢，那它要怎么自由飞翔呢？而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们心灵的那个最里面的东西，我们的初衷，我们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灵魂的那个声音？然后我们有没有让那个生命力跟那个创意活出来的？音乐很早哎，3岁吧，3岁半吗？对，3岁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。3岁半，因为那时候妈妈觉得说我可以去上雅马哈，然后去的时候，老师们评估说，好像他还可以，所以我就跟着一起上好几年，然后就学了古典钢琴，接下来又学小提琴，然后学了一点点古典吉他，就是累积上去这样子，然后过后就到澳洲学。其中一位应该是陶喆吧，因为那时候就很惊艳，说有人可以把 R&B 唱的，就是在华文音乐有那么的 R&B 的人。然后过后可能也启发我，就是很喜欢华语的 R&B 的，也是方大同，因为我那时候听他说，怎么可以有人唱歌唱得那么好听，然后就是写歌写的那么的，就是那个味道的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R&B 跟灵魂音乐，然后未来有机会可以做。对，希望。很多时候我创作是我在临睡之前，或者是醒来那种潜意识在叫嚷的时候，会有旋律来，所以赶快要拿手机这样子。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录下来的话，有时候真的非常可惜，因为你就会忘了。像小心也是这样子录的，是真的是失眠那个夜晚在那边。然后过再拿起来，就说这个应该有一个 bridge， 好像还不错哦。好，再关，然后再直扣。好，真的可以建议再唱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是唱歌其实是。你天生你嗓子哦，真的吗？棒啊，怎么样？可是我跟你说，其实需要，真的很需要练习，就跟骑驴一样。你会，我很明显，就是从可能7、8年前的时候开始唱歌，就认真很认真唱歌，到现在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有进步很多。因为它不只是你要把它当成也是一个乐器，所以你上手你的技巧其实还是可以，就是一直进步的。所以加油。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 follow 我的那个粉丝专页，那我是 Caris 蔡嘉玲，然后在 FB 上、YouTube 上都可以搜寻我的消息，然后也有最近专辑的消息。然后1月19号我会在大河岸有一个就是专辑发表会，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大家，因为我们会把很多音乐很好玩的东西就是放在那个表演里面。当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，
我感觉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 So why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。